家好，我是威熊小贾哥。今天来给工业局小区维修太阳能，来到楼顶了。客服告诉咱玻璃管坏了一根，现在这个太阳能是玻璃管炸管出现一根。客户上来看了，告诉我了，咱上来一看，还确实这一个他这个管啊，老化了，并且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了，它里开了个口，把包纹拆开以后，这个地方也漏水。咱现在让客户上来看一下子，确认这个地方漏水。好嘞，我听着鼓漏的。嗯，我也听着。这管还包不它吧？包好也行。啊？包好也行，一会儿也行。那个是啥？那是个太阳能满了回水的个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我知道是太阳能。你看你这个太阳能拿得动不？嗯。咱现在已经给客户全部换完，接好，现在准备上水。今天这个太阳能呢就修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